色尾、啊。猫又长。遇到色尾，先抓一下。色尾猫用吗？哦，色尾猫猫，等一下哦，真的是猫猫。没关系，这个游戏可以读取，可以中间可以很多时间花的。是啊，前面第一局没听见。没有。感觉用雪女配猫是最刚好的。对啊，所以直接选那个啊，寂妙。对啊，冰女是干嘛的？她会让环速、环攻速。对啊，环攻速跟有机率密室没有，有机率密室本身，它本身会密室，是猫猫会密室。老样子。他这样子放了一个冰女上去之后，会不会都是冰女打死的、啊？不会不会，冰女攻速也那么快。对。啊，钱不够了，算了。是帮去砍，然后剩下是那群猫。哦，好贵哦！丢给哈基，小雨丢给我。我做完 TD， 现在就 TD。丢给阿旺。好，先讲。哦，我丢给谁？叶伦再来买猫。我丢给小雨。哎呦！哎呦！至少都给你吸血你怎么跟音乐一样时不时塞血吸血好嘛那现在是不是塞小鬼嘛音乐最喜欢丢蜥蜴了每次都是哎怎么有两只蜥蜴在后面蜥蜴很赞啊他不会像猫一开始也咬不到那边偷打对啊不会像花牛在那边一下就被打死了他在后面持续有输输出哎、欸是不是该叫工人？可是叫工人就不能叫猫猫了。等下再叫更多的猫猫。好了，先叫工人啊，先把工人叠起来。猫咪来了。对，我们是。在刷牌的牌，猫猫牌刷出来之后就可以拿去捐，或是开始拿来用都可以。拿去捐，捐很多哎、欸，那个一千多哎、欸。啊，是那个猫猫很可爱、欸。你等第二张再捐呐、啊。阿纪，好希望哦。哎、欸，怎么了？是我两只瓜牛啊。哎、欸，它增加猫咪打到的几率哎、欸。我也死掉了。你猫猫很少是不是？四只不知道了。啊，那可以的，可以。怎么这只猫猫特别胖啊？什么？你看这边，这边是一只猫。这猫很胖哎、欸，要回血。这猫拿带菜刀打人呢、欸？怎么会这样？恐怖哦！这只猫好凶哦！想一下，这只猫。他拿菜刀也太凶了吧！超无情。猫猫，你想想，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猫猫，对啊，超强猫猫。这样好。你要再来生猫？哦，对，你有屠夫放在旁边，全部都会回血。对啊，屠夫会帮你吸。嗯。是否该来闪一下？被咬成智障了！被咬成智障了！
道到底是谁咬死的。啊，就把你拿下来了。好吧，61趴。哇，他应该是拿个补的啊，算了，是才玩。60，可以60天再买。七十五。哇，有些毛毛了。钱不够生猫猫啊！为什么要生猫猫？吃猫猫，吃猫哇！吃猫猫，哦！我的天！这女攻速加，是你呀、啊，加错人。猫猫加油！加油，猫咪！加油，猫猫！猫猫加油！哇，猫猫下去了！我刚刚想说什么，队伍放不上去，我在看你们的台。看住喽！骷髅兵加攻速。我是刚好拿到那个啦 ，APS。Oh, 那台车，可是 APS 不是只有空中才有那个 ？APS 没有啊 ，APS 全部啊，空中是飞机。哦哦哦，飞机的二阶可以帮空中的单位加 buff。我以为他那个一阶二阶都是只有空中。一阶飞机的一阶没有 buff， 没有那个光环，二阶才有光环。哦，嗯，哦，原来是我误会了。没事。然后 APS 是全部的单位都会加光环。嗯，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屠夫的。屠夫真的太强了。就是一个一阶屠夫，一个二阶屠夫，然后有被他加到，然后真的是跟鬼一样。对啊。我今天加两只大鲨鱼，超爽的。哦，躲，开躲。开躲。等一下，为什么我的蝎子里面有一个的，有一个蝎子是有两只手的？两只手，怪怪的。为什么？有一个野蛮人，他也是绿绿的，浮在里面。奇怪了喂、欸，这个蝎子怪怪的哦。绿绿的蝎子，他吃坏肚子、啊。他站着，他脚比较少哎、欸。颜色蛮像的吧？这个蝎子怪怪的哦，他是变种。你看，一整头进去了，看不出来他在哪里了吧？欸、对面国王怎么七十趴了？七十趴了，很痛啊！暴揍一顿。不太对，怎么奇怪？真的不太对，跟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放不到弹，钱出不来。我弹是一开始就放了，后来就是慢慢放猫，慢慢放猫。没有，应该要先放坦的。而且我整个头都放在后面，他们超久才会走。对，而且还分两坨打，超亏。哦，那就是你们干。嗯。不对，怎么有一只蜥蜴在射啊？我这边也有嘛。啊，这个要大肉特肉了。请问你们是不是一只都没有打死啊？哦，有94，一只。这数怎么怪怪的啊？加这个单位要干嘛？不是啊，国王要死去了哈！这个国王要死去了。刚刚是什么第十波？这波怎么了？国王好像真的不在死。国王要死啦！超大一坨的，天哪！对，国王可能要爆开。哎、欸，这下都不是猫哎、欸！都是假的。对、okay, ，他是个坚强的国王。现在有啦，进化后也是猫。
可以，没问题的吧？哎呀，打蚊子比较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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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他们刚离太远的时候都没加到蚊子啊，可恶！离太远。就是那个骸骨，不是有一个是暗黑法师帮忙加工？他好像是挑自己想要加的，就是乱加。他跟我放了两只，然后他们两只给我互加，不知道干嘛，在哭。哦，哎，那个骸骨有一个卡片是同一场连续放自己两次，这很简单，可是我还是没有接到过。连续放自己两次，对，稀有卡片，他是要连续放自己两次。就整队都放他，没有，整队放他们就会乱加，就只要我就是只放一个去给他死。哦，怎么都是都是猫咬的吗？你看不太出来啊，是不是猫咬的？哦，电到了，哦，你用电到自己哦，哇！电到自己应该不是这个叫声了。啊呜！啊！哎哎，你那个刷一滴的不打死是这样？哈哈哈哈哈！这是血，超级血皮。对啊。嘿嘿。傻眼了。我天哪！买五十五，好贵哦！算了，买猫吧。算了，买猫吧。太贵了，买不起。我知道钱，我的更贵，360，买猫了。不管了。哦，我的阵型好漂亮。看一下。你想偷看你的阵型？两只。谢老两只蜥蜴，你这是保龄球吧？等一下，我刚刚又看到了一只奇怪的眼镜蛇，它也是用两只手在打的，它不是用吐的。我不认识谁呀、啊。刚刚眼镜蛇用两只脚站着走过来，然后用两只手在揍人呢、欸。眼镜蛇怪怪的。他在旁边那个刺刺的，你看错了啦。他四脚蛇啦，好四脚蛇啊、喔。四脚蛇。不太对呢。你看错了啦。F 两只蜥蜴。咬好久啊！咬好久，一只。画蛇添足，还真的是画蛇添足哎、欸！两千两千，我们国王是不是已经升满了、啊？对，我们没有升哎、欸，怎么现在是有两只？他站着的怎么变两只了？他会分身哦！错了，怎么可能会两只呢？啊，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扛下来。我扛两只，你们两只好好过分啊！够了吧？那我只好丢给下一家，是丢个小鬼给他了。哦，好多好多好多，完了，国王，
国王要下去了。国王再见了，国王。如果没有，他就要下去。有啦，我们是升满的国王嘞。哇，那就没事啊，不用担心啊。那没事啊，可以的。哇！问号？什么问号？哇，这一只什么鬼？这个东西你这样子对吗？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个有一点分量哦。哇！你们在讲什么？好想知道。没事啊，应该是攻击我的啦。都是谁？我倒是不知道了。一万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哎、欸，我都不知道谁放上去的。这真的不知道谁放的。你看血量啊！哦、我看出来了哦，他哦，哇，好狠啊，好狠啊，狠的好。可以，看来大家不是很想要卡片了。大家是不想拿卡片的啦。看来大家是不想关台的啦。关不了台的啦。哇，他可不可以先预先就是有钱自己就放上去的那个？就是有钱。可以啊 ，shoot 左键 ，shoot 左键可以预购。他只有说你未足够钱啊。没有，你就按着 shoot 点它。对啊，你 shoot 点它一下，它会是那个有一个加一这样。嗯。就等你有钱了，它就直接把你买下。它应该是说放自己的那个兵吧？哦，你说放兵、哦？对，放兵，对对对对。兵好像不行。啊，你说的是这个佣兵的哦。哇哇哇哇！炮手，炮手很能，打不赢，打不赢，有一只炮手就打不赢了。不行，我打赢对，猫猫起来，猫、起来，猫起来，一万给了我打掉了，哦，我剩一点点啊，加油！怎么有一个兽群是、这好用？对啊，哎、猫猫咬得动啊！我的猫不够啊！国王要下去了，看国王的罩门就是大老爹了，谢谢一万，谢谢一万，都是大老爹就被打下去。我来偷看看谁建造有没有盖奇怪的东西哈、啊。然后有屠夫啊，屠夫太猛了。屠夫不算，那猫咪比较就肥一点点的猫咪嘛。是，你看我的功能，你可以看我的功能。一只是不是？一呀、一只、我就两只功能，你一直叫我。因为猫真的很强啊。狂叫叫。好扯。猫真的要叫够多才可以，真的。对。小林是呼吸，呼吸。可能是被猫猫淹没了吧。出来喵一下，全部给我喵一下，喵。呼吸的打喵。混了一只狗出来，混了一只狗。Welcome to Nova。 来来，继续刷。猫咪在这里。哦哦，没有什么用哎、这些。没有攻速啊，谢谢。啊，没有可以 buff 猫咪的哎、对，所以都没有 buff， 没有魔法伤害没关系的，没有冲击伤害没关系的，猫是可以的啦，没有低价单位没关系啦，有猫就够了啦，真是有猫就够了。啊！我有屠夫了。对了，可以甩一下，看能不能甩出什么东西。战牛啊，又没有适合的，都没有光环。牛牛有啊，不过你要升它。对啊，牛牛要升到。嗯，升上去很多钱。你看升上去几只猫啊？可以买多少猫罐头？对啊。真的。哦，教练都是云玩家呢，
每次那个教练说你要多换点人叫工人哦，然后看一下我的钱，40块。你老师我有钱哦，谢你哦，谢喽。然后之前还有一局说你要盖一些防御设施、防御单位啊，然后看一下全部攻击单位可以选。我只有攻击单位，我没有防御单位啊！教练，你有没有看到、啊？教练眼睛要不要眼镜要不要戴好一下？你乱讲话了，教练。你想想啊，教练，你想想，你想想，你看看你在说什么？想想你在说什么？我们叫小声吗？跳一下。我这边混了好多动物、哦，有咩的，还有那个毛的，还有一个是啊啊是什么啊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是踩到乐高了吧？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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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猫猫们！猫猫撑不住三只不行。我也是三只。那我也是三只、欸欸那为什么我守住了？可以啊，为什么？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可以啊，可以啊，三只。可以可以可以。你的猫怪怪的哦、喔。哎、欸，你阵型的阵型的问题，你摆在后面了。少打几下。猫下去。Ready set。好的好的好的。哇，计算猫猫。没有，我刚刚有点着你的角色，你知道你最后那只猫剩多少血吗？多少？两滴。哦，最精算的，超人最精算的那一种。谢猫咪耶。太无情了。嗯。想叫这个。嗯。摇起来呀，猫猫！可以可以，四只猫没问题。摇烂他们！嗯，这个，嗯，丢谁啊？我丢，哦，我丢雨月。怎么了？我送你礼物。我不要，放在门外。我要拒收，拒收。来不及了，已经送过去喽。上喽。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我要让他放在超商，放到最后给他自己退回去。啊，对哦，我有东西没去领，超商。哎呦、啊，不对吧？哎呦，那看来东西不是很重要呢。没有，人家朋友说寄给我的，忘记了。记得去领哦，要不然就要被退回喽。哇，这野蛮人很难打、啊。不是，这瓜牛比这只鸟还硬是怎么回事？伤害还比跟那只鸟一样。哇，一只瓜牛还搞爆了，太无情了！无情瓜牛，这也是穿刺，这也穿刺啊，没关系啦。谁、哦、的猫猫是黑色的啊？小雨啊！我的、哦，你还特别去买 skin 哦。没有，我之前就买了。就是之前有那个、啊、互换那个钻石啊。哦。直接秒买下去了。我就是我要你买这个猫咪，超可爱。还有说那种白色的猫咪怎么买不到？对呀、啊，白色不能买，为什么？它有另外一個。它不是摆着白色的吗？没有，还有一个雪的。另外一个 skin 雪的。那个是要解那个赛、啊、季的东西。哦。那是解赛季东西的。怎么会这样？哭的。
怎么可以这样？这个没有站着的蝎子了吧？没有、哦，没有了哈、哦。不用担心，至少这次没有。哇，结果我是守守得住吗？我也是机械猫猫。机械猫猫。你是机械猫猫，长得有点方、欸。这个机械猫猫，有点牵强。哈哈哈哈哈！它会发出猫猫猫猫。有吗？我怎么没有听到？啊，你打死了，它爆开了。想一下、欸，哎，这个居然撑住了、欸。国王，加油啊，国王！哦，人生国王，有没有升一点点？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啊，按到了，啊，白痴！哇，刚好升五十块，之后来升工人了。哎呦，怎么又混了一只奇怪的绿绿的东西？怎么会呢？怎么有绿绿的东西在里面？错了吧？哪有那么多绿绿的东西啊？它怪怪的哦。只有幻觉啊！你真的有幻觉啊？哇！看错了吧？哇！加油，国王加油！我看到了，我加油掉四只。这边哇，好像还是会地耶。这边是不是全掉啊？真好，嗯，对。对对，有一个要掉了。对对，要掉了，顶多打死一只。哎、欸，没有，他没有打死。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滴，谢你啊。六滴，六滴在那哦。太开心了吧，六滴。国王加油，国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你可以的，哇！有机械猫猫在喵喵叫、欸，哎，机械猫猫，机械，喵喵喵喵喵，一定是猫猫不够多，一定是猫猫不够多，再放多一点。嗯。哇，瓜牛！没事啊，这两波很轻松，猫够多的话。嗯。猫咬得很痛。啊、看到一个绿绿的，不是泥人的东西。什么？虽然它跟泥人长得很像，但是颜色不太对哦。一个有脚，一个没有脚的。色尾的啦。色尾的、哦，色尾。色尾泥人啊。那个不会分裂。需要更多的猫咪。
哎呦！啊，怎么一只眼镜蛇手上拿长枪啊？长枪怎样？他很丢哎、欸！很像吐的，他用手。眼镜蛇哪一只？就现在打的啊，眼镜蛇，眼镜蛇啊。哦，但他长得很不像，很像豆芽菜。对啊。哇，这边好好看啊！你不会集中一气啊？一整排的猫，我们一整排猫哎、欸，看、哦，真的好好看哦，全部都是猫，一整排猫猫。我跟你讲，这边八个人就是看谁拿到那个头像之后，全部就要干他了。哇，大法，大法他，等下排挤他。你不可以，我们要换人了。44元，不能叫公人，不能叫猫咪，买不了。拥有一个功能，那只能这样。哇，这个猫咪啊，大炮啊、欸！哇，这猫好凶哦！远程猫猫啊，它那个技能点点不太一样啊！哇哦！最近那个跨年嘛，对不对？很多烟火、啊。那顺便来放烟火的，找新工作的。好凶哦！凶凶猫咪，我猫咪正常发挥，你家猫会拿大炮？哈哈哈哈哈！哇哦，它屁哭了吗？哇哦！那哭的猫是拿机枪呢？对啊，我记得他有火箭筒吗？有啊，有啊，有 啊, 啊有啊。他肚子里，哎、欸，他哆啦 A 梦哎，对啊，给戏不是超多的吗？猫猫不够多，猫猫不够多，猫猫不够多，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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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现在战力是多十，多150，35，多150。可是你知道，如果对面放了一个宝箱怪，全部死，你知道吗？哎，宝箱怪会赚烂呢！你吃一口一只，一口一只，对啊。哇哇，哈基这么佛、哦，谢谢。我可以吗？我是不行哎，猫不够多。我的猫可以，我的猫很多。咬到咬烂了，好像有点围呀、啊，不行，我的厨师有点围。不行啊，没有，觉得猫没有 buff 帮忙不太行。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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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小雨哦、喔。不是小雨，猫太少了。我已经放很多了。你功能多少？太多了，啊！不然你以为云上面怎么一直有奇奇怪怪的东西？每一局每一回合都有绿绿的人出现，对呀、啊，到底是在干嘛？小绿人，看一下嘛，神奇的小绿人呢？这是什么？哦，没有用哦。哦，两个都不怎么样，真的。对，棒棒光不会行。我是的。嗯。
哇，好壮观的，大的阵型都好有趣。明明都是猫，摆的方式都不一样。不一样的猫猫阵。猫咪加油！又奇怪的绿绿人出现了，加油！一定没问题的，猫猫特别坚强。大家全都猫耶，好酷啊！哦，现在 Tape 都是猫的遗照。我被终结了，25块。哇，这个残余的好像也打不掉。有点多。你们怎么有3只机械猫猫？怎么可以？都我的。哎、欸，你说我，你要看一下你们队友。也有机械猫猫。我想要这个看看呢、欸，有没有玩过这个？从来没照过这个。哎、欸，不是，你怎么是猫猫已经大厨了、啊？猫猫变大厨了，大厨猫猫，他一技之长很棒哦。记住，你可以升级战斗单位。我不要咧，不要咧，闭嘴！你不懂啦，不懂装懂哎、欸，不懂装懂。哎、欸，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功能那边是显示红色箭头哎、欸。你是因为有加那个加班吧？那个加班，加班哦，对呢。加班在11回合的时候会加速，12回合的时候会减速啊。哦。嗯、你11回合如果撑得越久，宝箱怪，宝箱怪，吃猫咪啦，是不是？吃猫喽！阿基在吃猫啦！太无情了！好吃，好吃。不行啊！你3只机械猫猫的偷打、啊，打不死啊！哇，我被打破头了！哇！啊兹啊兹！我搞不好打到卡片，还好你救了我，不然被干爆。又有绿绿人了啦！这里怎么每次都有绿绿人？开心。啊，转好慢哦！嗯，啊，恢复正常了啊！哦，团团 TD 打开来了，要加入 TD 的行列了吗？加入猫猫的行列吗？哦，加入花猫猫的行列。今天看团团在直播，遇到一场那个 bug 场，怎么样？那个中间不是我们路边会直接四条路集中到中间吗？嗯，对啊。就有那个冰迷路在中间，那个水池在旁边一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不下去了。那怎么办？那这卡卡住了、啊。这时间就赚那个啊，赚秘境啊，狂赚，大家狂赚，很爽、欸。下一波直接是那个最后一波，大家丢超多的。哇，好夸张哦！好嗨哦，很有趣耶，嗨嗨！炮手啊，没办法，现在是猫猫 TD， 没错，炮手啊，炮手真的不行呢、啊，猫不够，这场要被克是不是？对，这一场会被克，所以这一场是这一关啊最难打，最痛苦。我觉得我们龙王被揍爆哎、欸。对啊，我们应该被揍爆了。他们还有 APS。对啊，我们这个嘛，我们只能靠2%吧。哦，我有2%就很好了，我觉得。
什么 APS 是新种猫猫的名字吗？新种猫猫？新品种的猫猫吗？新品种的猫猫。你可以升级战斗单位，你不要吵，你闭嘴。你不懂，你不会玩，懂？不懂？不会。哎、欸，不是哎、欸，我这样就没地方放了哎、欸，你就放满了。什么？小雨看他啦，是什么？我没地方放了啦。是怎样？好啦，这一排，再一排，第二排，第二排。的很神秘哦。是很神秘耶，这个白发。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呀、啊？那个很完美的，结果那个多了一只，有没有？那个，哎呀，位置不对。哦，你们的好整齐哦。有那个曼德拉草，有那个猫草。猫草，猫草，丢了一个猫草。猫草，欸、这个画面好漂亮哦！哪里？你说我们这吗？还是你们那？国王前面，国王前面，对吧、啊？七彩猫，整排的七彩猫，七彩猫吗？差一整排。对，我有沙漠草正者，我应该可以。你不可以？对，我你没有。你没办法，你不行。哇，你们。加十八趴，这样多、哦。嗯，有只猫咪站歪了，回来。猫咪站歪。这个章鱼我觉得不行哎、欸，我觉得章鱼一泡一只哎、欸。会死的，我觉得。哎呀，没办法。真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个坎了。哇，还炮手三只瓜牛，哇！瓜牛。撑住啊，猫猫。吃海鲜，快吃海鲜！海鲜快克鱼了，猫猫再撑一下，再撑一下。猫猫可以的，猫猫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全部去打咬那只章鱼，大章鱼可以的，吃它吃它，快吃它吃了。章鱼，可以可以可以，早餐一顿，快点，有了，我吃完了。章鱼脚，章鱼脚，不行。啊，不要不吃，好像不行的。No, 我的吃我的吃下一只隐士，没有办法、啊，掉下来了。哇，我们的对面的邓龙好像不行，他们那边的猫好多、哦，我们就不行。哦，留着超多的、欸。那个机械猫猫好像很穷，机械猫猫真穷。这样子还有人会偷补血的猫啊？什么意思？突然一切过去跟他加血条，为什么？那是猫草啦。哦，是这样哦。安妮哦，安妮哦，安妮哦。这里开始战力逐渐拉不上去了，对啊，没有办法，不行，战力上不去。啊，只好放一只这个在那边装满了。哦。没办法的。哎呦，气喘了。艾露气喘了，哇！这波是不是砍不摇不动啊？这一波有点难，这波有点难。嗯，
因为我第一次用猫猫玩到大老弟。好像怪有人在吃我的猫。碎啦，报应啦！谢谢音乐。这就是第二只猫了，第二只宝箱猫了。第二只宝箱猫。啊！哇，大师特师，哇，这个不行，国王要再见了。国王去了，国王去了。再见了，国王。快升功了，升功了，升功了！直接升升爆把钱花光。我想说，第一只宝箱猫你没有反应，那我再放一只好了。哇，这个国王应该是没救的啦！再见的国王。哎、欸欸，有机会、欸，有机会、欸，又可以，好像是勉强。一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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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高人升号了，国王！哇，猫咪去打工了，全部去打工了，申报申报，最后一波申报申报，然后一趴，完了，完了，完了，我一只猫。发芽了，发芽了，发芽了，发芽，什么意思？是我把钱都拿去干乱点，点了一堆工人的。你这只才发芽，你有没有看一下左边那个上面已经三只猫了？哦，你的猫还会丢香蕉呢哦。啊！你这只猫怎么这么大？你怎么也是特别大的？没有啊，那个枝比较壮啊，还不是扛不下来啊，没办法了。好狠哦，来吃猫哎、欸！无情还吃、嗯，无情吃猫，最后变那个啊。他猫也在被吃哦，三百六哇，全都全都我们全都国王是白的啦，国王再见了啦，这个你撑一下我再不行了，这是真的白了啦，这是真的没了，你撑一下我请你吃寿司啦，哇请吃吃到饱啊，要几个是不是啊，你还就连丢三次技能这样这个太难打，怎么这么多人用这个阵容去打，结果都没有打到，都没打到过、啊，这也太难了吧！哦，太沉迷在猫猫中了。我看十五分钟前熊猫团说四八四没有位置的，十五分钟前快回他，这一场啊，这一场刚刚好，有一个够位置。我邀他，邀请加入小队，邀请加入小队，玩家已在小队中。有啊，进来了，好像正在进来了。可以，可以。他在上面跟喵哈喵哈录影，还是在边录影边偷玩吗？哦，没有。这个要偷玩也太难了，也太难了吧！一边要录影，一边要去跟玩这个，中间要按的 CD 也很快耶。他搞不好就是相信队友之书，一直相信队友之书。你要想，那么可以边剪片呢，边跟大家聊天呢，说不定就可以啊。边录影，那就开始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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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猫猫队友等等，全猫哦。一定会有猫猫吗？露露没有，是一定有猫猫，猫猫猫猫的比例要大于其他东西。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调？我们要刷卡片呢、啊？啊，调什么？自己那个、啊，就是选一只这样子啊。你可以选那个加三块钱，然后自选一只那个，那就选猫。哦哦、嗯、哦。或是你要选寄庙也可以啊。对啊。哦，对，寄庙也可以。哦，我就选猫猫好了。就是、我选重色的猫猫好了。重色。打了这么多次都没有人打到卡片，对啊，然后他们的潜规则是没打到不能关台，没有了，你这样隐约的加班台，加班台没意义了，有没有？进来了，没有人离得开这里了，完全被困在这里，一定打不到啊！猫猫的轮回，哎，不一定，对，我没有重选可以按，哦，哦哦，这个锁定单位喽，锁定吗？锁定可以一直甩吗？锁定就是直接锁一只猫猫，锁一只猫猫啊！啊，是啦是啦，好，我锁猫猫，我锁。哦，
嗯，来哦，怎么又有机器猫猫啊？对我这么好，我有拿菜刀的猫猫，我有拿菜刀的猫，你叫做拿菜刀的猫、哦、我也好想要拿菜刀的猫哦，没有甩到，没有，就是这个场上你放上去所有都是猫啊，对对对、啊，就这样，我只有一只黑黑的猫了，可是每一只的猫可能他们就是会做的动作不太一样，那我要放一只会游泳的猫。会游泳的这个这个啊，我的猫吃的比吃的不可以吃哦，不可以吃哦，你不可以升级它。它要那个，它要没有吃鱼。没有没有，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这只啊，你看这只啊，它比较细，腰比较细一点。腰细。你的这只猫长得太奇怪了吧？太怪了啦！好好奇啊，什么一只啊？好令人在意哦。太奇怪了吧？它甚至没有脚哎、欸！天系猫啊，它就是吃到成精了，你知道吗？甚至没有脚，太夸张了吧？等一下要放猫猫了。哦哦哦！看一下，哪只腰细的？这只啊，这只腰很细啊，你不觉得吗？哎、欸，不对，我屁你看不到哈，白痴！看得到啊，看到你队伍啊。哦，没有，但是没有，因为刚好定灯啊，你们没看，你们看、哦、听不到人。嗯。等一下放猫猫了，不是你搞不好前面这一波就咬到卡片了，你看你浪费了，你就可以关台了。没有，我跟你讲，我相信我不会，你知道吗？我直到今天我玩我才刷到第一张卡片，哦，就是我现在带的这张，哪一张？哦，哪一张啊？我直啊，右边直啊，我直直哦，你直直的卡片，你看我玩了多久？头像，你看我玩了多久？超惨，好不好？嗯，惨不忍睹，你知道？第二波会漏一点点，没关系，不会啦。三只猫会啦。我有会菜刀的猫，我这一局比较不担心的。哎、欸，那这样子你们要刷猫猫，那你们有限制放怪吗？还是没有随便？他们放得很开心哎、欸，真的啊，放得很开心啊。他们就感觉很不想要刷卡片一样的那种放。没有了，后期的后期可以那个、啊，前期没有了，没有欧北来就好。前期欧北来什么意思啊？就可能直播之前就是手下留情一点嘛。啊、直播之后我觉得就、啊、就猫就讲哎、欸，我都已经丢那个野蛮猫。没有，这是我自己这边的做法啦。我只有瓜牛可以丢啦。我都一直丢野蛮猫猫给鱼。我就尽量撑哦。哦，猫猫其实也蛮贵的耶，六十啊，还是哦，我差一块怎么办？卖掉一只猫猫，回复上一栋。我就只有一只猫而已啊。你看，只有一只猫。你刚那个有没有想验90%？不是想验那种，那个海怪亏了。你看，有一只猫太瘦了啦。趴在地上。小鬼是怎样？怎么有一只白色的哦？趴地上爬，太瘦了，太瘦了。洗嘞。没有，你撑得住啦，猫猫哎，对不对？他谁？咦，猫咪。那是可爱的猫猫哎。Goji 猫。嗯。勾追勾追猫，真的很危险哦！你知道到后面就有危险的东西出现，吃猫，小心。对，吃猫怪哦，有吃猫怪，会有纸箱哦，纸箱猫。可爱猫猫。而且这是谁啊？哦，他们有人的猫猫是蓝的，好可爱哦！而且，哎、欸，哦，小雨的是红的，黑黑红黑红，电竞猫猫，好好，电竞猫猫，他不会亮晶晶的，他不会闪烁的，先不要。奇怪的姿势增加那只猫有吗？很可爱，好好哦。
我啊。嗯嗯，阿基的猫。哦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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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以的可以的，爸。可以的。我已经点好你家猫鼬的血量。告他！你是不是平时对猫Tommy这样说？怪怪的，不是？不太对哦。没有，你说什么？你讲的很顺口，我怀疑。怪怪的，没有，好恐怖！哇，五十八块，五十八差两块。买不了猫猫，那买不了，买不够，那只好去买工人了。啊，那个按 shift 自己会那个造佣兵，可是他一轮过去他就自己又消掉了。对啊，对啊，对，你要自己重调。因为他就是你在那个在攻击当下的时候，他会帮你预防性那一轮，如果钱不够，他就不会帮你买，所以你可以一次点很多个，他会帮你买有够钱的那一轮。欸、我想要就累积着，然后就是这样子，后面就是一直招这个，招这个这样子。好像、哦、不行，你要嘛就是直接让他 auto， 让他随便招。对，没错。要么就 auto 随便。我这里有一只奇怪的蝎子。对，我这边也是有一只站着的蝎子，我不知道怎么了。站着的蝎子，哇，那蝎子跟你长得很像哎、欸。那只猫跟你长得很像，你是跟那只猫长得很像。你现在是在说我怎样？哦啊、我是说隐约这里耶。哦、好像怪怪的。站着的猫猫。哦，两只。哇，站着的猫猫，嗯嗯，这个好像怪怪、啊、有一只倒下了。哎、欸，瓜牛哎，还活着哎。欸、瓜牛为什么会活着啊？好扯哦！瓜牛冲到敌方国王也有成，也有那卡片哦。哦，真的假的？是啊、哦。嗯。瓜牛冲到敌方的国王有几率获得卡片。难哦。那我就是全部照瓜牛。那我干了不会。最后干了不一定。我那时候看到、啊、还有那个鼹鼠吧，好像是，他独自攻击伤害超200吧，也有几率拿到。哦，还有一个是那个曼德拉草，那个场上在没有情况下打到那个国王那边，哦，就场上全部清光，剩他自己一个人，真的是蛮难的。对啊，那都是低几率获得卡片。没错，就光说打到也要看几率，达到这个条件也不容易的，不容易啊。对啊，我那时候光是那个那只什么。鬼菇哦，嗯，打到满血就很难了哎、欸。对啊，他说满血啊，那一场满血有低几率获得卡片，那蛮难的、欸，好难哦。你就要帮他放那个嘛，回血光环那种才比较有可能。对啊，那个沙漠什么鬼？然后你还要把队伍拉超后面，让他慢慢回。猫猫。爱路哦，你要咬失去镜头，你要干嘛啦？好可爱哦、喔！你玩呢？好可爱！怎么这么勾追？怎么都在找猫咪不找我？他直接坐在镜头前面。棒哦！好棒哦、喔！看其他的猫了，看猫咪这样很爽哎、欸！不是，你们只看到他的下巴。只有猫下巴，不错啊。我要存钱呢。没有钱。去吧，宝箱怪！哇，这个宝箱怪，宝箱怪！我从最开始囤到现在，哇，好狠！他有很赚吗？好像你放谁啊？他放恐龙，恐龙大哦。嗯，
他不确定了，他觉得怪怪的。他有很赚吗？他骗了一个问号。好像快倒了啊！那泥人走太慢了啦，宝箱怪被针对了。喂喂喂，宝箱怪活着、啊，宝箱怪还是要吃掉了。他还是把它吃了、啊，吃光光哎、欸。好吃，好吃，好吃。可是我自己守不住。完全没有办法。我、哦、白痴，我看错队伍哦。多猫猫，猫猫加油！我的游泳猫猫快可以变大只了。感谢队友的肉冰，让我的猫猫可以长大。啊，可以可以，它长到150，它150。哇，好赚！哦，有了有了有，钱够了，钱够了。Nice。什么东西？没有，我的屠夫等一下可以变大厨了，还变大厨猫猫。你要喂更多东西给他们吃了，是不是？没错啊，大厨猫猫，太棒了。本周一刻等了这么久。哟。大厨猫猫，大厨猫猫，200，哦，可以可以可以，有气，守得住，嗯，行，可以，只是我这边来的东西都会少混着一些奇怪的。奇怪呢，好奇怪哦，为什么都吃着奇怪的东西？有猫咪会拿这样啊，拿叉子哎，对吧？好特别哦，它的一技之长哎，特别的猫，真的呢，特别猫猫，有嗜血猫猫。哎呦！怎么了？没有，这边有一只很厉害的猫猫。厉害的猫猫，它长大了。对，它长大了，长大的猫猫，它是只成熟的猫猫了。怎么看到有人的猫是卵生的啊？什么意思啊？卵生的早产猫猫吗？长错了，你看一下。谁的啊？哦，我看到了哦！你怎么那么敢放啊？他，你真的很敢放哎、欸！这一波可能会倒哎、欸！哦，你真的不怕我在这边吃宝箱怪吗？这波会倒哎、欸！哎、欸，你看，你看，你看，好像有点猛哦！要倒了，要倒了，要变招财猫猫了！不是，他真的要翻要泥人那一波吧？完了！他的心要碎了。完了我还看了，其他很强，你知道吗？那个蛋，反甲，那个反弹伤害，对，哦，反甲是，对，但是反甲，是，所以如果半夜放，他自己可以弹，所以有点不行，对，要弹他弹死一只了，要弹死，那蛋蛋很强，那蛋蛋打死一只怪了，听起来很妙，蛋蛋爆炸了，蛋蛋。淡淡的一声，他一转头看我旁边，啊，怎么一个转身的？哦不，淡淡。嗯。哎、欸，不对，你照错了，这只猫长翅膀了，丢掉，长翅膀了，翅膀。按钮按错，是喝了什么东西？哦，我们的国王是个成熟的国王啊！生完了，他生完了。哎、欸，这次猫猫又拿大炮哎、欸！不是，这边有一只有翅膀的猫啊，是怎样？哇！哎、欸，猫猫会飞啊！我的猫猫。
还土毛球，怎么很像土毛球？怎么好像菜甜菜根呐、啊？甜菜根，对啊，表情怪怪的啊！啊，打不下，打不下，血皮血皮，我的也是血皮、啊，这个也是血皮的，大家都是血皮、哎、不行啊，后面如果没有这是土毛球的东西，应该就下不来了。对啊，要给我了。哇，你的那个鲨鱼直接满等诶、欸，笑死！569劈一下，啊，摸一下。这个猫猫太大只了吧？这放一个强大伤害啊！走、哦，来。放一个猫草啊！你只有四只吃得到，少两只啊，没关系啦。算高兴帮他升级啊，算了，随便你了。差不多就好。我一只大猫猫。你也有了，这个肿起来的猫猫，肿起来，肿起来。哎，不是，它真的比较肿啊，大只了耶，变大只了。我们这一队怎么说？我说有这只奇怪的猫猫了，它有光速哎。哇，这个猫有点强，真的好猛哦。哦、那光速也太大一个了吧？真的。我会飞的猫猫。会飞的猫猫、欸，好像真的完全不用升功的，好像其实蛮强。真的啊。哎呀。这玩法也是玩蛮神奇的。这边大家讲好啊，就是猫猫功能就比较深，大家都是这样玩。你看，你看现在感觉都完全比较深功能，一直叫猫猫，叫猫猫。记住，你可以升级战斗单位，不一样。一直跟我讲猫猫升级耶、欸，好好笑、哦。不懂啦，不懂我们在干嘛啦？对呀、啊，给我你给我卡片我就升。哎呦，这有个猫猫戴帽子啊！戴帽子的，太好了，是不是？哦，安全帽啦，安全帽，安全帽是不是？啊，好像守不住，守不住啊！有那个戴帽子的啊，然后你解决掉就好了。不行了，哇！你们这只猫是不是感觉有点像海底生物啊？嗯，海底生物，而且还蛮大只的耶。对啊，吃比较多，好像蛮厉害的。哦，它好痛哦，它超痛。啊！他怎么自动帮我弄个小鬼？我要全刮牛的啊！哦，你 auto 按着是不是？你按到 auto 了，按到了。好可惜哦，都没有对。应该是守不住了，那我不要放一个这个来玩呐、啊。你要想一下、欸，哎，阿纪上一场是这样讲。
没差了，玩一下，没关系啦。好，玩一下。嗯。哇，你的猫好凶残啊！啊，距离算错了。喵喵。撑住啊！撑住啊，猫咪！喜欢团团啊？你后面这个是怎样？这个是什么？说错嘛！太多东西了吧？我错，你知道猫咪吃鱼就是吃到它干脆就长翅膀了，你知道？长翅膀了？它是不是喝又喝了什么东西？对，它可能吃了大鱼，所以吐火了。吃饱。吐火球，吐火球。哇，你这个深海猫猫守不住了。深海猫猫。对。它躺下来了。深海猫猫。哦，请问现在是有一个火炮手猫猫？请问这款是猫咪大战争吗？秒中你！我们玩全家人玩的，拜托。很有诶。哒哒哒哒哒哒。拜。不要好了，算了算了算了，逗猫逗猫逗猫，救猫，逗猫逗猫，逗猫逗猫，就只有猫，就是一口就加了十只，战力多45。我刚才以为不够，原来够了。你看，有宝箱猫猫、招财猫，哇塞！宝箱猫猫，招财猫猫啦，吃猫猫喽，吃猫肉，吃猫肉，吃猫了，好可怕哦！我是吃猫肉。没事没事，我有放黑色猫猫，它要减伤。黑色猫猫，你要升级才要减伤，不是吗？让我赚赚招财。不会不会，它吃不到的，然后把它被收掉了。招财一下，把纸箱被抓烂了。这样抓烂了，哦，守住了耶！飞天猫猫呢？再招一只出来啊！我的飞天猫猫啊，没了没了，真生气！招财猫猫没，我确实，居然守住了，太意外了！你是养不到，真的好意外啊！怎么了？哎，我看 ID 哦，哦，有叶的。小草，你要被制裁了！啊，你刚刚犯什么东西，要原封不动还你了？啊，危险哦 ！QQ 别，不要，我完了，完蛋了！好多猫猫，嘿嘿嘿嘿，满满的猫。哇，我也有宝箱猫猫。哇，这个太远了。天猫猫，开兔吧，飞天猫猫。哇，你的这只猫猫。他卖萌了，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完蛋了，出事了，在给戏了，真的出事，这是他的给戏，再叫一只，再叫一只，完蛋了，完蛋了，我的猫猫，它着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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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天猫猫，你看这里的着火猫猫，它会飞，完了，给戏的猫完蛋了。完了，他要被打成白痴了，打不动啊！嗯，哇，有畸形猫猫哎，你们那边怎么畸形猫猫？畸形猫猫，你的猫猫不畸形吗？不是啊，看啊，
你看你们的那个车车旁边有一只畸形的、啊，真的。哦，你说小那只东西都小的、哦？发行者是不是？对啊。哎、欸，人家是奶猫，怎么会这样子？啊，是奶猫哦，太水，我太小。对不起，我错了。讲一下畸形哦，过分了，这么过分。场面已经快一半了，快一半了，快一半了。我的猫咪超多。哇，小雨的猫好少哦！怎么样？我想办法强化我的猫猫们，就是各种光环。对啊，火神猫猫应该放在正中间才对，这样看起来比较有气势，有没有？不是，因为它越近越痛。对啊，它不能放在、嗯。跌倒了，受不住了，撑不住了。你们的猫猫局这样子给它放着没位，这样子吃多几场？三四场了吧、嗯？三四场。那有人有刷到过吗？没有啊，没有。哇，那几率真的是很低耶！我的天哪、啊！啊，我们的国王下去了，不行，应该可以再撑一回啊？可以吗？技能再锤一下就好了，他可以再撑一回哦，可以耶！哇，蜈蚣一个绝活！我在算小雨的猫有几只，然后不是猫的有几只，看看那个比例。还好啦，还是猫比较多啦，八比九。核污染那边的变种猫比较多，变种猫，纯的猫猫。这有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猫。没事没事，畸形猫猫，畸形猫猫，随便玩随便玩。哇，战力4900，我好多猫啊！哇，四千九，你也是蛮猛的。4900，好狠，好扯哦！真的，我现在场面上有一半是猫了，空格只剩一半了。空格算满的，好扯哦！把它放满会怎么样？哦，里面有吃哦，有光环的猫，什么那只猪的？哇，好狠哦！紫香又出发了哦。哎、欸，对，紫香出发。我这边有纸箱哎、欸。是你那边呢、啊？对呀、啊，没事啊，外面有纸箱啦。得意啊，得意啊！猫猫后面真的是死好快哦，我的天哪、啊！被抓两下就死了，对啊。太痛了，太痛了！一定是猫猫不够多。阿基守下来了，我守下来了，守下来了。哇，好狠哦！够多的猫猫，够多猫猫就可以了。还有那个冰女，冰再见了国王，你们那边应该是再见了，国王下去了。嗯、对啊，啊，没有把它放满，我想把它放满。太难打了吧！太困了。升级。好扯。如果你有足够的战斗单位，请训练工人。然后别别别。别别。哎别别。我丢不。好，最后一场是不可以升工人，是不是？好，没问题。好，全部不升工人，好。没问题，哎，全部放瓜牛而已嘛。我觉得瓜牛是可以，瓜牛就增加那个几率啊，对吧、啊？打怪的，你就 auto 按下去就没问题，不用理他了。auto 没有，而且 auto 不一定哦，没有，你他会招高等的。不，你不用怕。我刚刚升的过程中，我 auto 全程按到底，他应该都没打到瓜牛以外的。因为那个、啊、你工人不够快吧？对啊，对啊，所以他就是只有20就丢了啊，所以不用怕，我投完下去就好了。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因为你转不够快。对，哇，这是猫咪大战争的哎，
都是猫。猫咪大战争。主脑锁定单位，直接猫咪。猫咪，然后有什么呢？啊，哦，哦。我听到哦，好像哦，没光环了。一下有什么？想用这个？好啦，花很多东西在战斗单位，没事啦。猫咪，教练你不懂啦！猫咪，教练你不懂在玩什么啦！不要插嘴，教练。猫咪，你闭嘴啊，教练！啊，玩到白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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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到一个，阿旺跟哈基都生一个，要不要重来？你们，我们队友说他猫猫不见了，要不要重来？投降，投降，要重来。投降输了，队友没有猫猫，我不小心太习惯了。对啊，因为他好像没有猫了，重来，没猫了，啊，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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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猫那就不行啊。对，反复离开游戏会导致你的账号被停。吼吼，你直接投降就好了，投降试试。投降啊！领取，领取，哇！大家都投降了。看看谁的功能是二，有两个人，有两个啊，两个。谁？对，我也有点到哎、欸。对啊，阿旺也点到了、啊。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欸。不要点。原来我点。哎呀，很抱歉，太习惯了。很顺手哎、欸。真的呢。不可以生哦。好好。我顺便跟那个叶说，还有二啊。对，太饿，不能升功能哦。哎呦！哎，不是你干嘛？你不要猜我 F12不截图哦。哦，这个。我看到了，他说波次十跟二十那个就是大老爹，我们不是有时候打死之后还是可以拿到很多钱。嗯，你伤害越高，拿到的钱越多。哦，是哦。对，我刚看到了，他说是依据你的伤害来那个获得金钱。嗯。啊，这是没有光环哦。对，没光环。我也是。嗯，我也没。没光环就是满满的猫猫咯，对啊。哎，有啦，我有一只牛牛的光环。嘿，我觉得战力都是加90哦。对啊，都是啊。谁没加90谴责他？没有光环，所以我没有放。哦，谴责，好好哦，好好哦，好好谴责你。我们这里有光环师，我觉得闷哎。可是他要光环，他还要花，他还要花355哎。哦，好好多哦。哦，有了，他有那个啦，他也可以放那个屠夫。哦，这一对的啦。好吧，欧图打开。好，我看看泰欧头是什麼。哇，哈基，我期待你这一只，你的双手猫猫，双手猫猫，双手猫猫，你的第四只啊？哦，啊，这只是干嘛的？神圣复仇者吗？对啊，那就是你的魔叠满之后就是扩伤伤害啊。哦，那只很棒哎、欸。我超喜欢这只、啊，可是不行，我要选猫猫，我不管它，完蛋了，完了，它会抢攻击力，不行，我要让猫猫打就好。猫那个功能亮起来了，好想按它啊！不行，手痒手痒，不可以，不可以。它就像是那个 LINE 上面有那个通知仪，然后就是不让你点掉那样子。
不能点他，不可以。工人有讯息传给你咯。来，你在地球上花费了许多黄金。都觉得我们的工人只有一个，他好难过、哦。没有朋友，没朋友，欸、老板自己下来做。哈哈哈哈，精算画面流出。精算画面流出。教练好啦，好，我可以把它关掉吗？那教练可以啊，可以可以，哦，他是可以关掉，但是有时候你可以呛他，你是云玩家，他说你看看我的钱，你叫我叫工人，你这想想呢、欸。教练吵死了，吵死了，都是云教练。啊，看到一整排猫猫，心情真好。满满的猫。怎么一个机械猫？机械猫出事。嗯。哦、不对不对不对，点错了，你下去，不干你的事。不关你的事，你下去。不关你的事。抓到别的东西。他说出来，嗯，我下去，好。没有没有，不干你的事，下去下去。啊，不是我。嗯，没有没有没有找你。阿昭跟我说。你下去。哎呦，不干你事！换我，换我！厕所。他好喜欢鞋子白哦，为什么？我是喂猫的。哦，那个是喂猫哎。我这有一只猫猫背着壳啊，为什么？哦哦哦，有有有，我們大家都有啊，大家都一直背着壳，有的没有、欸，有的拿去生那个，所有来源增加。嗯嗯，这也太难掉了吧？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刷，没有人刷到啊。对啊，对啊。国王你闭嘴，什么教练你闭嘴，闭嘴啦，闭嘴啦，闭嘴啦，讲太快，教练跳出来了，哎呀，国王你要救我咯，哦，国王你是怪那个教练啦、啊、他每回都叫声功能、啊、我没说话欸，我们对国王表示我一句都没说，跟我什么事。这样他们攻击比较集中吗？你是说你值得摆吗？对啊，我觉得你的第一只会马上死掉、哦。对啊，第一只一定会马上死啊，很危险呢、欸。我都是让尽量他们分散呢、欸。对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这个玩法感觉要全部分散比较好。对，就平的啊。
毕竟你的猫猫它的到后期不耐打，嗯，很软。那我开始换吧。我有个 L 怎么样？那就跟贪食蛇一样，从头吃到尾了。哇，欸，其实仔细看你的猫猫这样排队进去送死也蛮可爱的。很集中欸。你们大家可以看阿王的画面，猫猫排队进去，排队进场。你一直跳啊！哎、欸，没有哎、欸，我死掉了。我中间后面有一只反而死很惨哎、欸，怎么回事？他是特别衰啊！每次打的时候被他都被打，他都被打到。一会去骗啊！怎么又是我？总是我又是我被打。你们看我的猫猫在玩大地游戏。大地游戏。它在一圈一圈一组一组。现在已经快要有第三组了。到时候你牛牛升上去，它就有光环了。对。对啊。看看阿旺哦。很棒哎、欸，排队进去，很有趣哎、欸。哎、欸，这样好像不错，他们先把左边整坨都收掉了。这时候他变站平行的，真的哎，怎么打着打着变这样子的阵型？我不知道，很不错哎、欸。哎呦。好耶好耶，站起来站起来！哎呦，好耶好耶，我差一个 L 就完成了。好耶！猫猫有技能吗？还是它是只有抓人而已？就抓人啊，它只有抓人。那第三个好像没有用，对啊，嗯，巫师附体。哎、欸，等下这。第十波选孤竹一指，你就没有收，你收只在一块、欸。对耶，但是你可以给很多，你可以给个毛毛，给一只瓜牛，给大炮。没有，我们要只能五只、嗯、五只爬行瓜牛，来吧，爬行猫猫，爬行猫猫，爬行瓜，爬一个，不然它就猛送飞的。其实你选第二个也不亏啊，因为你扣二十，但是你有一百的秘金，秘金全部交瓜牛的话，六五三十，哎、欸，其实比较赚哎、欸，哎、欸，好啊，对，比较赚、欸，来啊，来啊，那就来啊，来啊，一堆瓜牛、欸，好啊，来一堆瓜牛啊，来一堆瓜牛，那你 auto 要先点掉，不然他直接就跑，对，我把 auto 点掉，把 auto 点掉，等一下我要选，好扯哦，金算师，哇，金算师哎、欸，棒棒。咬后排的猫猫，猫猫，玩大地游戏的猫，咬它。他们有领队啊，你们不可以，那个领队会保护。领队要倒了，领队要倒了。啊，有一个领队倒了，啊，两个都快倒了。可怜的领队。啊，撑住了！哇，撑住了！撑住了！你让我赚了秘金。59、什么59啊？钱哦，缺一啊，只是不知道多久才能够让我们的领队变成真正的领队，这个钱好难存。355，那到后期快15波的时候，一 round 才有吧？嗯。究竟打不打得死他呢？可以啦，猫真的很强。不知道哎、欸，我这边不是你，
你那猫真的很强，然后塞一只别的，是吧？没有，是真的啦。可以了，可以，我打赢了，我打赢了，只有猫咪的队伍打得赢。对啊，打得赢，打得赢，打得赢。你全部都是猫的话、欸，我今天玩了一整天的下午的电脑、欸，哎、欸，不行了，我输了、欸。为什么？阵型输了，对，阵型输了。这种啊，你这是下水饺阵型。你是不是来一只被打掉一只，来一只被打掉一只？孤注吗？对啊，我选孤注啊。然后，哎、欸，我可以帮六只瓜牛，好爽！满满的瓜牛要上场了。嗯，战力少130呢、欸？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升那个上去，我们钱会慢慢的不够。对啊。对。钱会离他预设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觉得15波应该就极限了。嗯，没有，13波应该就是了。哦，13波。哦，对啊，那个机器人应该就打不过了。五只瓜牛。所以多蜗牛，大家都孤注一掷啦。有没有机会呢？感觉好像不太容易。不好咬哎、欸，这个好硬哦、喔。嗯。好粗。好硬啊。好像不行。我这边应该不行。不太行。不行。对。不行不行不行。啊！60。啊、他们好痛哦，真的好痛。打的我都差不多了，大家都一样。啊，给龙赶快啦！国王要下去了吗？哎呀，这是我们国王有升一点。我们是113。完了。115。完了。我们比较强一点。完了，是不是光直接下去了呢？技能完了，没技能，没有技能。啊、有了，他有一点点在烧了，他还是有烧。15、120，他有多少？嗯，太危险了，这个还是拿去给圣国王升法术好了。该升的，该升的，该升的。嘣！我战区分两坨了。你妈别骂！那这样这两坨应该要同时打完。哎、欸，不对耶，他没有两边平均数量的样子哦。嗯、哦。啊啊啊啊！不行，守不住。守住了。三只小守不住。没办法，国王，哎、欸，你们还这么多只啊！领队加油！看到我的鼠标一直在公路上徘徊，我一直很想点，不行点啊！快手收，国王，国王拜拜！哎、欸、哎、欸，结果拜拜喽！结果我们这边还有哎、欸，还有要滴到了。哎、欸，没有哎、欸，4%，没有一点点。猫猫加油！我那个机械猫猫，机器猫猫，这个猫猫机关枪，对，猫猫机关可以了。最后啦，哇，他升不了，好吧。最后的挣扎了。能撑多久是多久了。十三波。没办法了。
隐约剩几分钟？七分钟。哎呦，哎呦，快下班了，哎呦，快要下班了，最后了。哇，你开多久了？九天吧，守岁那天。可是他时间有不知道为什么会暂停一下，暂停一下，超好笑的。有时候会暂停停住，打一下，还会砸挖的手。应该是我那个页面被挡住，他会暂停下来。哦，切页面突然卡住一下。嗯，好啦，下去了，不是下去啦，我被吓到了。我也瞎了，哪一边会先到呢？我的托比较这一波是谁先到的？可恶！右边大波啊，死去，死去，没卡片。哎呦，对，我有个成就哎、欸，我成就啊，是不是低于10%的那个？不知道哎、欸，来看一下，因为那时候有个好像低于个位数的，然后反败还是获胜还是怎样的？哦。哦，看一下，这个画面 好棒哦，全都猫，都是猫，可是都没人抓到，对啊，对啊，他几率到底是多低？这几率怎么了？不好抓，哇，最右边那个阵型，还要写字是写字哎。我是想写字啊，而且他最后把那个送到第一个最后把蛋放在最前面，哦，好笑，旁边还有个 L， 阿旺的是 L 字，哎对，然后这个阵型不行，失败，大失败，不行，哦，那我看看那个什么俄罗斯方块。还蛮像的，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喽。好啦，这个迟来的阿米狗，因为我五点多去休息，然后睡到七点半的时候就看一下阿米狗有没有要玩，就看他们好像没有要玩。然后就一直撑到58、59分的时候，看到他们好像真的没有阿米狗，就八点跑回去睡觉。然后睡完之后就是十点半嘛，就看哎、欸、小雨还在开、欸，然后说好啊，就看一下他们在干嘛，然后就来玩了，哎、欸，就是这样子。我看一下菜渣在干嘛、喔，我刚刚在看菜渣的台。唉，我们刷一下色尾吧。今天下午再到处刷色尾，刷不到伊布，不吧，有刷到伊布的，然后就无聊在乱玩，辛苦了，可以啦。嗯，我们出了色尾在观台，看一下、喔，嗯。等一下，我开一下那个皮。我刚怎么看成白芝麻舒服嘞？关掉，嗯，哦，教主多注意身体呢。有啦，还活蹦乱跳的，没有，最近就在调作息啊，不然这时间怎么可能会错过开台时间？在调啊，对不？开。是啊，刚刚开台遇到色尾白痴，快跑快跑快跑！哦，怎么又是 BOSS 啊？烦死了！母的吗？
欸，母的欸，要抓吗？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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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一步就消失了。有个观众叫白啊，我想说啊，抓完一步就消失了，不行不行不行。今天有遇到一只蛇尾，然后要存档的时候发现它刚好是最后一只，结果我就存档读档的时候，因为读档的画面过程中他们已经跑掉了，它就显示说此区那个大量发生消失了。可爱伊布，对啊，可爱。我们看一下 BOSS 第几只，如果是还剩一只的话还有救，如果他是最后一只的话就没救了。欸，你们要看啊，就今天真的遇到的那一段瑟维的水水塔。有了欸，好的，回家存档。存档。它可以进化吗？可以啊，所以我才抓。不能进化，我抓它干嘛？刚开台的产物，又一只笑死。然后这一只是在抓水水獭的路上遇到的。我看一下哦，这边开始，哎，这个是今天抓的，存档。阿勒克猫是小猫怪吧？小猫怪抓刚抓到的啊。刚开台抓的，就刚刚开台的瞬间，然后色尾，然后顺便给你们看，相簿，是这个吧？就是刚开台，我想说啊，玩一下。然后小红在哪里？没看到。想看他进化大剑鬼的样子。你说色为大剑鬼吗？我不喜欢大剑鬼。大剑鬼我没有很爱。这个啦。好吧，你很难过是不是？我说哈，哪一只？右边那一只吗？隔壁下班啦，对吧？辛苦他了。只是抓完这只之后。然后就遇到时空裂、时空扭、时空歪曲。
然后就有这一只了。在找东西而已，真的是在找东西而已，没有想要刷色尾，吓到。其实作息变这样，我变成好像是一千。欸，也没有一天到两餐啊，其实就吃超级多的。最近啊，而且我最近早上想吃早餐，想去吃一间蛮好吃的一间早餐店，可是他还没开店，结果这两天一直跑都跑漏跑跑空了。欸，那个色尾，大量色尾我反而真的刷不太到欸，因为今天刷了很久。有一场有一只好像是母的伊布色尾，然后啊，就是我以为我存档，结果我就读档的时候发现我没有存到档，好难过、哦。然后我想说开始补，从最上面这个图鉴开始往下补那个。补课题，对吧、啊？就是慢慢从最上面开始往下补。我不知道开台补还是私下补啊，因为我就觉得开台很无聊。欸、我存档了没？哦，没存档。那要好久，就慢慢玩啊。而且我那时候是看别的台，然后三月还四月会有 DLC 啊。而且还刷这个要等下雨天才能来，没有烈焰嘛。快跑，快跑，跑起来，跑起来！五、六、第六只，第七只，该剩七只吧。对，七只就没了。啊，想刷，有点久哦。啊，不然刷到一点呢、啊？一点我们休息。好不？好吧。的人，哦，回家。哦，我想一下，我最近如果八点没有开台的话，那就是代表我在睡觉。我大概五六点的时候睡意就已经超强了，所以再慢慢调啦，就慢慢再往后慢慢调。我之前也都是大概这那个五六点想睡，或是开台前想睡觉。然后就到很后面，就是作息突然爆正常，对啊。先跟还有在现在，欸，现在还留着的一些观众说一下，就是现在如果平时开台时间没开台，比如下午或晚上，那下午的话，应该就是为了调作息，就是没有特别去干嘛。感觉无心流比较容易出色尾，对啊，就做自己的事情啊，解解任务啊，解个任务，逛个图，抓个钱，那、啊、就有了。欸，可惜他没有类似每日任务，欸，比如说，请帮我抓五只小猫怪啊，或是，对不对？应该要有那种简单、中等、困难的那个任务。简单，比如就是说，帮我抓十只母克尔。然后中等可能就是
抓个进化型，比如什么母克鸟五只。那困难一点可能就是头目，有没有？帮我抓一只头目路卡里欧，类似这样子。这样奖励也不错啊，对吧 ？Hello Hello， 快跑快跑快跑！第一步不用抓，用赶的就好了，赶走它。等到确定有那个色尾在独挡，就一个一个抓。太晚，刚刚猫咪大战争好玩吗？哎，我那时候接到你的时候就想说，不对呢，一万的功能都会很多呢，我好怕哦。就还好最后大老爹那一段，那个大老爹有成功的吃掉。我今天就是你们在跟允月玩的时候，我就是一直下午一直都在用那个猫咪军团在吃。你再把它收下，就是猫咪，哎，猫咪真的，我就是下一整个下午就打到差不多是13关那个机器的那一关。所以就是猫咪扛不住的关卡，所以其实在这之前猫咪都扛得住，我都知道。我作息是不是又要乱了？我答应你们会。哇，欸，收下欸，那时候想说干，不是欸，不是欸，不是欸，不要欸，不要欸。然后那时候想说啊，放弃，去看一下允月或是哈基的队伍。欸，他怎么收下来了？猫咪其实很痛也很惨，对啊，它真的是可以量大鱼子哎，不像那个谁，那个面具，那个什么面具的，你放很多，它就是一下一个小朋友。猫咪大战争六多年，大。哒哒哒，又回哎、欸，我好像可以有小猫怪乐克猫跟那个哎、欸，那个最终进化的猫，这种霹雳猫，霹雳乐克猫，来看看一万来有没有增加好运啊？来哦来哦啊，没了，没料没料。猫咪是剪尾补血，没有，猫咪剪尾补血是要喂七次之后，不是吗？猫咪要喂了七次之后，它才会有那个技能，说吃掉单位补血。不是吃掉，喂了七只，喂了七条鱼之后，在这之间，哎、欸，几只，至少可以养五只猫，哎，对啊。我其实这款游戏没有到很熟，因为我一直都还跟电脑玩，所以那时候昨天吧，就看你们在玩的时候，就说哇，第十波就放出了什么萨满什么之类的，我说哇靠，你们好强哦，就觉得你们很强了哎，我觉得我好烂哦，一直在那边欺负电脑。只会欺负电脑，你还会什么？原野。啊，有时候可能看到我军团上线吧，要么就是每日守身忘了打，要么就是手痒想去打电脑，就这样而已。我本来想刷这只原路杀色尾，可是过程发生了一点意外，刷不到。猫咪大战争六周年，哒哒哒哒哒优惠，有好多东西给你哟。猫咪大战争，先选。到第一步嘞，我在这里。有什么 boss？ 哎、欸，有没有要多 boss 花岩怪啊？我 boss 花岩怪有两只，
我也是乱完之后才发现萨满是魔鬼，萨满是啊，萨满一直都是啊，加攻速哎、欸。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刚玩的时候吧，那时候大家都是两等三等的时候，就那时候就碰到那种很会玩的，然后想说哇看对面为什么有办法第十、第十一波有萨满，可是现在就是比较懂了之后就觉得说哦其实好像还蛮简单的，就是要看你的队伍刚好有没有很顺。都是相信队友之术。我刚好存档吧？有，吧？没有就算了。好啊！我那时候打电脑，有一次我在第九波的时候吧，那时候工人就已经有17、18了，那时候真的是太顺风了，对吧、啊？所以那个什么，那时候也跟雨月说，其实就是那个很早之前呢、啊，就说欸肉冰加4块钱其实很好玩，你就故意就是真的是精算到收到最后一两只没有收到。真的很赚。然后今天那个谁，一个叫中间的，是不是？因为其实他好像不常来我这。我那时候看他打字，我想，啊？他说一般来说什么狮子是个坦克，我说什么一般来说狮子的定位就是坦克啊。我会想着一般来说，我想说啊，他讲什么？狮子就是坦啊。他介绍不就是跟你讲说放在哪边会增加防御？什么鬼东西的介绍，我是这样讲。太雨很安安，还有7分钟。欸，所以吸血鬼不是本身有汉化、喔，不是、啊、本身没有繁体。今天看雨月打开没有之后，我自己也打开来看，哎、欸，真的没有哎、欸。肉冰要精算到很夸张，就大概就是-50左右吧，而且是要看你有没有。其实全部放直子的话有办法，因为直子的他没有特别克制谁，也没有特别被什么克制，所以你只要看那个兵力不够的话，你是兵力少放一只，其实就可以了。那也是要甩得到啦。吸血鬼今天看他有开内建汉化了，对，我有听他讲，然后也不知道是应该 beta 版吧，然后中繁体中文没有，简体中文却有，我有看到。因为就是有时候要切过去打字的时候，发现啊不行，要放猫猫了。有时候会看到我的打字，就是我把猫放完了才打字的。兰兰，呼吸，还有谁？林里怎么历程的？忘记了。林雨历程啊，白不是刚打过招呼吗？嗨，安安，陈烨，安安。哎、欸，陈烨，你这次竟然没有跟于娜他们来淡水哦、喔？不会他會找你？最少看得懂。对啊。啊。哎、欸，有没有宝可梦会睡眼会？浇水啊，又是地面系的、啊。我想，那个谁可不可以啊？那个海兔兽，在你要上班哦？好吧，西西土，哇，兰兰不在。你看，每次都说其实他在都是假的，不是吧？不是你吗？是白吧？应该是我知道要上班，睡没着。搞不好不知道你要上班哦、喔，没有问怎么会知道嘞？搞不好你被排挤了，也不是不可能的啦。有两个我，我刚刚有看到聊天是稍早吧，20分钟前一个白，你看懒懒出现了，你看，哦你刚来哦，嗨安安，他刚刚一定有人提示他说，哎、欸、教主叫你，我在吃东西，
手好，你如果说你手拿筷子、拿汤匙在拿在吃牛排的话，我可以原谅。有两个白哦，这个白哦，嗨，两个白。啊，其实就是今天一直在这边东跑跑西跑跑，然后最好笑的，今天有遇到那个两只伊布大量发生，我在想就觉得要哪一只好，大头贴不一样。我现在聊天室是只显示 ID 没显示头贴，所以我刚刚才把那个拉掉。前锋安安，啊，你们不用睡哦，不是开学了。应该说是今天开学吗？十号。欸，如果十号开学的话，那我应该有早餐可以吃。我跑了两天，吃不到早餐。两只白。他妈脏话！儿子在闪。阿本，你怎么了？阿本闪闪闪闪闪。大学还没。没事啊，我那个早餐店是在学校附那个国中附近。那吉利蛋，完了不吉利了。子瑶安安，还不睡，十号了哎、欸。对啊，哎、欸，其实我那时候也在测试说冰女可不可以，就是全放冰女，为了打那卡片嘛。他是连续闪避四次，有机会拿到。我有一次，我有那时候有算，就是他连续掉闪避，真的是超快的。然后啊，怎么没有打到？你刚出了第一只野闪是原法师哦，好难过、哦。没事啊，有抓到就总比没抓到好。比你太贵了吧？对，他就是我也是前面都没有放，大概第五。第哎、欸，我忘记多少了。第四、第五才能放第二只冰女，然后打完蝎子就差，其实冰女就差不多了，冰女就差不多快撑不住了。冰女没办法全部放上去，我都只能就是前面弄好之后，在第十波之后放大量冰女。卡片都欧洲人打了，我记得你那天是不是有打到猫鼬的卡还是雅思？有一个人打到猫鼬的卡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的那个尾刀的，还是只是单纯是打到普通猫鼬卡。我那时候记得在跟你们玩的时候有看到。国中还没开学啊？什么时候开学？我那时候就带那个兰兰去吃那间超好吃的早餐店，我就想吃那一间早餐店，就没开。哦，普通的哦，猫又是你的、啊、普通的哦。我是想要等有多的卡片再贡献，毕竟有囤积症，所以不是很想要才刚达到马上贡献，所以我就是拼了命的在刷卡片，想说也想要来点工会贡献。而且他的那些卡片可以放在那个哎、欸、石碑上面，就是你的那个不是有时候会显示什么谁谁谁的队伍那个平台上面，那卡片可以丢上去变成一个石像、欸。我是不喜欢卡片的就贡献哦，也是啦，什么兽人呐、啊，什么大厨啊，我就会贡献的啊，可爱的留下来。哎、欸，十要不要十一点？一点了。我们要关台咯，这是最后一刷、啊。我当时以为卡片很好打，因为我打到冰女的卡片之后，冰女是第一张打到的卡片，打完之后马上打到浪人。我那时候想说，哦，干，怎么那么好打？然后后面就没了。啊，还有一个风音啊。封印那时候也是，我就想说奇怪，我队伍有放这些才打得到啊。好了，准备关台喽。感谢各位。那既然要关台，我们来巡视一下吧。
啊，原本稍早是在刷草苗龟色尾，在刷蹦出伊布我才开始刷伊布。对，我们巡视这座这座黑曜原野一圈喽。看到标题竟然是宝可梦，刚结束啊，所以稍微刷一下。欸、其实不行绕耶，其实这边才要最后绕的。那我们最后再来绕这边吗？先偷瞄一下。哎，没有，好，我们现在偷瞄一下啊。因为如果我们绕完之，先遇完伊布之后出色尾的话，不，应该说遇完之后没有出色尾，就绕到过程中有出色尾的话，还是要独挡一次。晚安，辛苦了。不会啦，你们还要来看台。你是来看我玩宝可梦的？也是，我本来也是稍早在看，看菜渣他们在玩，然后还是本来想说允月阿旺他们都在玩 A 配，然后剩小雨在玩那个 TD， 那种玩一玩之后，突然小雨又重新开台了。然后标题变了，有人陪你玩 TD， 我想啊，我就点进去看，怎么刚刚 A 配的三人组跑来打 TD 了，然后就在小雨台打字，然后就被拉过去玩。作息要好好调整，别太累。哇看你好意思说我，你跟阿兵都是好不好？啊、阿兵还在那边，可是我现在作息很正常啊！哇，阿兵，有没有听到？作息要调好哎、欸。你也是 ，iPad 坏掉所以哦。我出场率真的很高，不是我出场率很高，是人家平时这样，比如刷一只色尾，他们都是冲到那个大量发生的点，然后刷完就跑。啊，我不一样啊，我是刷完之后觉得说，反正都路过了，顺便再来这边看一下好了，对不对？啊，谁会知道，就是走一走路上就蹦出色尾了？我也不知道啊。作息只要睡饱就没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常常就是会跟其实大家的时间错开，我觉得有时候又好痛苦。欸、你看，你可能想聊天的对象都在你睡觉的时候醒着，结果他准备睡的时候，你准备睡的时候他刚好醒着，这不是很难过吗？啊，你可能说啊，你可以为了他调啊，我说啊再调啊，可调不了啊。你可能跟我的时间差不多，欸没有欸，我刚才睡两小时欸，我等一下回去睡了，我睡到我五点，哦我六点睡到八点，不七点半，然后又从十点就又睡到那个十点半，所以总共睡四小时。你今天四点睡到四点，我靠，你睡太饱了。你睡得很饱欸，对吧？你看什么出闪率，假的。早点睡比较好，身体会出毛病。我知道啊。欸，老了真的有感好吗？一堆平时不可能，怎么讲？欸，这边是不是有个 boss 那个啊？我想抓一只回去。这边是有个 boss 的那个，还是没有啊？我怎么记得有？在这里。你中间有醒来煮面？哦，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应该也是吃完东西睡觉吧。老了这个字听起来好痛，真的。永吉拉胡地啦，我是想抓那个抓海兔兽，因为我需要会睡岩的，然后水系加地面，有水系招跟地面那个地面系的，我想要让那个我的花我的菜园那边全部都是海兔兽，同一只宝可梦，我想这样子玩。老了听起来好痛。啊，说到这个，我的保健食品都忘记吃哎，就当时是和膝盖在痛，然后吃个几天之后，就感觉只是单纯是睡姿问题，或是运动太少。那现在已经过了一整年，有脚都没这个问题了。好了，今天没有闪。写模拟试题写到腰痛，哇！你怎么可以用腰写模拟试题啊？多厉害！怎么那么厉害？好啦，这次看完一部就休息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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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烈焰马出来了啦，完蛋！你看，有时候会听到睡觉声音哎，然后都找不到在哪里。你看，好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啊，菜渣是关台了是不是？看一下，哎，他关台了。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喽，大家晚安，晚安，晚安。哎，有个图文作家开台，你们要看要不要去看？他就是叫伊比，是一个图文作家，是他的台，可以过去打个招呼。他偶尔开。然后这是开心去的，好啦，大家晚安，拜拜。